最高的一个面积，海拔只有八级，海拔只有八级，那这是台湾最高的。所以早期这里呢是福建，它棋盘是两个人都是棋盘，所以但是最早的设计不是棋盘式的，是圆圈型的啊。那另外一本书有那个包，有那个豆角圆圈。啊，原来在这个亭子旁边，那个这不是有个亭子？亭子的旁边，后边有一棵很大，啊，跟那一棵差不多大，可能这棵还大一点。啊，那就是每年就会看它树上的，即使它的是因为是茜草科的啊。那茜草科还记得？会变成绿色的吗？啊，会变成绿色的吗？不会，它就这个颜色。会掉了。哎，那茜草科有什么特征呢？外面东西这个几个标又标的不好。这个有点。啊，五个啦，哈，五个。有点外行。对呀，对呀。好，那台湾五叶松是台湾特有的树种，所以现在。多的这个人员都喜欢种，它适合雕啊，你雕得很漂亮。五叶松是它原来叫杨杨鸟，杨什么？杨鸟是面包，原来是面包树。松鼠还是杨？哦，杨松鼠。这里松鼠很多。哦，还有那个迷迭香，二水迷迭香的那个台湾没有。特殊的就是它的皮上会常常有成为凹凹凸凸的乳状的一个样子。另外一个呢，它常常会低下乳酸期来负责这个事情，盖层的事情。那它呢，为了要在这里就近监工，它就在这个附近呢盖了一个住家。啊，这个是它住家的外大门。哥们呢，就是在报时的，他有没有签地方签人？今天的那个，今天宇宙树、金龟树都是海秀草。对，宇宙树、海秀草。他的那顶小叶，这里没有顶小叶。什么叫顶小叶？我要摇啊嘞，要加油啊嘞！我看摇啊，之前老做老退休去都免得啦。台湾局啊，应该是红鸡。皮好，红鸡或者是哪？皮肤的小鸡哇。